新元乡地方文史工作者及社区民众在端午节中午于乌龙百年古井共同祭拜祈福，盼疫情早日趋缓，民众恢复正常生活。往年端午在古井前总会有排队人龙等领取午时水，但从去年开始，因为疫情严峻取消开井取水活动，今年原本也不公开取水，但现场还是有民众带着水桶前来等候。为了不让民众白跑一趟，多年来负责取水事宜的人员便开。 满足民众需求。今天因为是端午节啊，那以往我们乌龙百年古井就有很多的民众来到这边取水。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担心会有群聚的感染，所以我们取消活动。但是当地的民众还是很热情啊，他们还是会到这边来取水。那我们希望也借由这次的一个。 一个活动，来保佑啊，就是让我们疫情赶快趋缓，把大家人民都能各方面身体健康。 相传180几年前，清道光年间，当地突然发生怪病，村民求医问诊皆无效下，由当地大姓的周氏家族请示当地信仰中心龙胜宫妈祖如何处置。当时妈祖指点必须挖取神龙泉水救治，村民便挖了这口井，后来真的治愈怪病。故事流传至今，这口井成为全国著名的端午取午时水的热门景点。我们帮你们过滤，半年过滤。 可能会比较晚，时间会拖得比较久，比较干净。我娘家那边地方是没有，然后这里刚好有那个百年古井，想说带小孩来看，每年都打算把它带来看一次。 新元采风社理事长郭宗宪表示，许多人取用午时水作为药引或者沐浴洗净，民间的习俗认为有驱邪招财等作用，提醒民众午时水要先煮沸使用，才能确保安全卫生。记者张如英、刘建荣采访报道。